就是我的大学，南方科技大学。我叫顾欣怡，因为年轻我来到了深圳，因为活力我选择了南方科技大学，因为特色我踏进了至诚书院。一天之计在于晨，跑步焕发活力，时刻青春朝气。至诚晨跑，我们与导师一起开启一天满满正能量。在至诚书院，有吉祥物晨跑相伴，我们以诚信为本，真诚对待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。在校园里，每天都会发生不同的故事，像电影一样，我们就是主角。至诚电影角，一颗颗年轻的心在这里汇聚，欢笑、嬉戏、探讨。电影走进了我们的生活，我们走进了你的世界，所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电影，走进生活，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世界。至诚舞会，以舞会友，踏着音乐的节奏，我们舞动青春，释放能量。至诚书院承办的南科好声音，学生会举办的至诚音乐角，丰富了大学生活，让更多才艺在舞台上绽放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光宇，在学习之余，我喜欢在球场上挥洒汗水，既能强身健体，又可以认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。至诚书院篮球队，大家团结友爱，永不言弃。至诚足球队坚持不懈，众志成城，本着专业的技能、认真的态度，一路过关斩将，在第三个赛季问鼎南科大足坛之巅。社团活动丰富多彩，棒球被誉为竞技与智慧的结合，是一项集智慧与勇敢、趣味与协作于一体的集体运动项目。咏春拳打开了我们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门。在至诚书院，导师分享会给我们的学业规划和专业选择指引方向，与导师聚餐，一起探讨学术，分享感悟。书院老师细心体贴，在生活和学习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指导和帮助。至诚开讲了，与大咖面对面，与诺贝尔奖得主零距离接触，聆听他们对于学习、生活和生命的感悟，给予我们现实的启迪和心灵的滋养。在学习方面，至诚书院彭贝帮扶行动，学长带你飞，让一切困难都可以化解，学习也变得趣味十足。还有大学长在生活上关怀照顾，让我们更快适应大学生活。初进大学都会有些许的迷茫，我会尽自己所能帮助大家，敞开心扉，接受新的生活和学习。至诚书院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书院，在这里，大家可以在快乐中成长，有意义地度过每一天。深圳是志愿者之城，推广志愿服务理念，提高志愿服务水平，做城市的服务者，服务他人，快乐自己。为公益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，至诚学子热爱公益。深圳也是科技创新之都，优秀企业数不胜数。至诚书院特色项目探索深圳，带你走进华为、腾讯等世界500强企业交流学习，去博物馆、科技馆参观感悟，既开阔了视野，又增长了见识，真正品味到深圳的内涵，体会到创新与科技的魅力。深圳更是一座风景优美的海岸之城，至诚书院特色项目攀登深圳系列活动，同学们邀请导师一同走出校园，共同领略深圳自然人文之美，同时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。走出去是为了更好的挤进来，南方科技大学至诚书院学生创新创业基地，依托至诚书院院长夏志宏领导的南科大大数据创新中心，学术副院长孙大志领导的创新创业孵化基地，为至诚学子提供广阔的创新实践平台。
通过三年的探索，志诚住院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品牌活动。志诚住院充满青春与活力，这里有敢闯敢拼的创意达人，志诚住院也是一个友好的大家庭，富有爱心的学长团，时刻充满关爱的学生组织，让你在志诚书院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。来吧，志诚书院欢迎你，来志诚书院吧，从志诚出发，融入深圳，从深圳出发，发现世界。